看看新闻网。刘天王最近也加入到了喜事团，因为他又要当爸爸了。刘德华又要当爹了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47岁的朱丽倩已怀有4个月的身孕。上月底，还有媒体拍到外出购物的朱丽倩腰围粗了，小腹隆起，孕味十足的样子。虽然刘天王至今没有公开承认，但喜讯已经传开，甚至有媒体言之凿凿称，这回朱丽倩怀上的是男孩，将于明年出生。目前，朱丽倩的妹妹已经赶到朱丽倩的身边陪她安胎。刘天王，恭喜喽！